说话错过他了。哎，打得特深特有劲儿。啊，我是在打，也是打，来一四点五。好球！在后面呢，这个球一定要抓住，抓住他，没得打了。绿色，好，绿色，好，那还有机会吗？还有机会。他发球比较弱，他发球比较弱，可以破他。哎呀，这就不应该。他那个节气很漂亮，他那个节气很漂亮。今天宋状态也不是很好哈。这场就没来打。又打叶兰人的 TEA 啊。他不是打个第一吗？打拿谁？越南人的那个。越南人的啊。就是那个他们那网站我去了看了。哦这些是快乐的家长们，以后这华人网球就靠你们把孩子们都培养培养吧，都花点钱培养。哦，这个 soft hand 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啊、你回身的话，反而还他也给打回来了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抓下，这种抓下最好的，像号八里是吧？哎，他的发球那个，这个手的放花样特别好玩哎，你看，一转，发球怪啊，哎呀，得哎吃了，哇塞，打一个二十，我操，五比二。他们不能打 open two， 他们打 open two 就七点。结束了。结束了。有没有跟我配合？可能还不错。嗯。还比跟有没有跟我配合？毕竟比较久。嗯。不过我们就打四点，可以输得很惨了。输得打完了，然后半天没说话了。半个小时没说一句话。你们上次啊？啊，也是前败。啊、哦，没关系。碰到这个小孩子，那是很正常。没招了。我很不现在，我很不喜欢在室内打球哎。没有室内。没有风啊，没有 shade 的什么东西的，外面干扰太大了。因为我主要很久没打室内打了，而他那个室内地好像是那个橡胶地是吧？不是那种，有的室内是就是水泥地，他这个好像是摸踩起来特别软软的，有点感觉。好球！哎呀哎呀，这个效果节气很漂亮，两场节气都漂亮，而且回来都挺深的，把你打得很难受。还想你好，得分是吧？三比五啊，三五，就那么赢了两个还是？这样能不出现了？两个队，那可能两个小孩都出现了。他们三个队那个李燕他们输了26。